要不我们把手术的胸针，这胸针换一下。那在胸针的时候，我们先用重木，然后干了以后再用淡木换。就是一般胸针的木头都会比较重，那它后面有一些淡木，胸针可以用勾穴平换。拘谨，因为它这个胸针也没说一定要每一笔刀都是一样的，这里面后面是很多淡的木，淡的那个胸针我们就先不换，先换这些重的，因为这里面它就是把它换密就可以了，一追逐就把它换密，像它的把它太多了，换密以后你要把它交叉。一组一组的去换，各个方向，这边缘换密一点。这个树枝就好，不要乱画。整个胸针这个外形要注意一下，不要画太多，要不然也不好看。也是一组一组的换，一换。就这个，我这个定的位置，直接画出这个，不会太大，控制大小。然后这边，这边的是淡一点，用淡一点的。
真的有点多，你肥不肥？一边跟你讲话，或者对不对？都。